下一位请高明清老师，他的发表的题目是从三战群起说啊，观念篇。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我也忘了啊。主持人，刘老板，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你，还有几位在座的好朋友，大家好。我已经五年没有上英语了。那下个学期可能要到学校去，也要上讲。那上学期讲的课是气论跟中国武术文化。所谓的气论讲的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气论，有儒释道三家的时候，当然是儒道三家的。那下学期要开的课时间很少，很小时而已，被指定要开课去。我预定我在那边教学范畴教到五步而已，后面的一大人将有别人去教，因为我也不太想要让自己太累。我70几岁了，那我基本上来讲，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经过很多波折。那我首先介绍一下，我是北拳体的，我15岁开始启蒙拳是太极，我练的是东北系的。不太远，东北系的常见练叫五行拳。我15岁东北方来是大学嫡系的毕业，是我东学时代的评老师。后来我当兵回来的时候，我老师移民到美国去了，然后回来之后碰到一个师傅，应该给我特别介绍。给我介绍这个人，他是那个许登坤，许登坤各位听过吧？林国仲从大陆带了三个徒弟之一的那个他的徒弟，就是台中二根林系的二。然后我就跟是我那个第二个老师以前的同事。那我这个师傅是学的，在大陆学的是学河北沧州一带的二郎门，有没有听过？有听过，还是常见练的。也学的是他，因为我那个师爷是叫做霍道武，是霍云甲的师子。这基本上我老师在大陆学走的，学的是什么？学的是常见练的东西。我老师是南京人，在上海成长的，他在上海学的。我那个师爷是走标的，因为后来他们家是送药材，也是做走标的。然后随着政府来台湾以后，抗战时候他回故乡，然后随着政府来台湾以后，在台湾就跟我第二个师爷叫做王松鼎，他跟王师爷学的当然是以长拳为基础进步，然后他学的东西是地躺的拳跟主攻哪是长哪。所以我个人会四种，其实20几种拳术里面，我个人认为最精的第四名还有就是长拳，但我就长拳很久。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个经验，大家我们有一群朋友，大家很喜欢练拳，那时候都20来岁嘛，那其中有台上二哥系的，就是我们在台上练系的特别的好手，也有什么也有五尾二哥系的好手，也有8级的，也有书记上的学生，我们那一群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拳术，还有张各自系统、张各自老师的系统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玩。那我呢就提到说，我们基隆市中正公园在教热拳，来这边看一下，看，有一群，哇，我们这些朋友呢，这个是我留下来，这一留下来很辛苦哦。我们是早上，夏天是早上5点练到9点，那晚上呢？夏天是冬天是6点练到9点，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个人是跟我老师练，两个练，我们叫做挂书，各位有没有听过？我那一阵子，我到现在还是一样，我的两个地方，这个毛啊，全部被刮光了啊。那我在跟我师父练二拳的时候，我跟他练课练了5年，那后来因为老师家里有状况嘛，经济上后来他搬到台中去了，就离开了。1年后他又回来，他住在台北五民街，我又跟他练了4年，但是这个4年是135去的了，就没那么多。那我的同门当中，我们同门当中没几个人，因为我们这一支是小支，非常小的小支，那我的师兄弟能够跟老师跟这么久，大概只有2个，一个是我大师兄，他练的就是福州后地拳，
各位听过吗？好、哦，他非常非常喜欢我。那刚才我有听说，我刚才有数鹤的，有名鹤，有数鹤的，数鹤。所以说我有一次听两位先生在上面讲说，鹤群可以分类为非饮食树来分类，我就是够。就我师兄讲的哦，在福州本地，他就非饮食是五个西鹤，五西最起码八个以上的鹤群。那台湾更多啦，所以我在文章里面就写台湾的鹤群，我把它分成四大种类。各位可以看我的文本，因为里面写的东西都是关于性的，可以做比较。然后后来我师兄，我这个大师兄年纪超老师没几岁，他比我老师早过世。我老师是活到95岁，唐寿是湖州人，是湖州警察学校毕业的。他的家学，我那个师爷叫做我师父一起蒙的师爷是在湖州学的，叫做林一康，可能在座没有人听过，是他的遗仗，是他的家学。然后后来到湖州又学了，所以我们有一些几目前跟现在台中二科系的不太一样。那后来我老师是陆军少校，在基隆退伍，退伍就在基隆生活。结果呢，我们基隆市湖州同乡会馆开了一馆6个月，请了一个有人把他归入为台中湖尾二科系统的，我们也称他师爷叫做陈台生，各位应该有听过了啊、哦。但是我师父有讲过，那个时候我师父是被找去当助手，各位都知道嘛。爱看他，爱游击，对吧？所以等到我爷爷看了，他以为讲，怪不得老够威了。啊，那个月是我老师，我这个师爷是住在我老师家里，住在我老师家里，所以他们那个关系很亲密。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哦，有问题说，我老师他还是一个很用功的，他看过过很多文献，所以我现在有点觉得说，哦，怎么这么难研究啊、哦？他师他有。因为我要问我师，一直没有问到他，跟他私底下平常又去请教一位后面一个从中国大陆第二来台湾的时候带了另外一个他的徒弟，叫做林文先，好像是在台北县这个地方，我一直追不到这个渊源，或许因为他没有公开教学，我不知道。那很简单，林英明先生，林文先起征婚，以及三年后辈很多不服输，就不再来挂。那所以说外资者里面来讲，我听啊，你跟你讲，我嘛唔听啊，讲。啊，那我个人认为我还是有结论的。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请教的，很简单，就是我的老师，所以我遵从师门的意思。事实上，台中二哥很多人讲说他是众客门的第几代。有人讲第二代，有人讲第三代，那我算是第几代？我大概是第六、第七代。哦，刚刚说我们是属于林明明、林家慧、纪里面的第二代。林家慧先生四个战斗前，我有看过拍过，但是甲伊过去武器，我阁有看过拍过，好歹咱卖讲哦，因为个人的想法哦，啊当时。我有一个学长，我跟你各位报告一下，我第一次读大学是动物大学经济系的。我一个学长，特别我引荐他，啊，我这人家里很有钱哦，引荐他的时候赚两桌哦，然后呢，后来我大学读到大三不想，因为读经济嘛，这个没意思嘛，就老是在算数学的问题，后来跑去读历史。那后来我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开始比较专心在练拳。所以有多少？有差不多将近，20几年在国术界在混，到民国79年才考上国家公务员，总算生活稳定下来。好、哦，这是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我练拳的经验。那我现在来说，我刚刚讲到我喝酒的失误嘛。刚才那位术喝在讲说那个喝酒那个术语哦。没有说我师父当年是这样讲，那个我不会讲，因为我是闽南人嘛，我不会讲的湖州话。我四年的湖州话听不懂，我也喝过，听得懂。啊，这是当时我们基隆这一小支，我们差不多20几个人在练，20几个人在练。那我们那些师兄
我就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做西装的啊，这一口他们都有开店。后来因为老师有的算掉啊，他们是属于比较休闲性的猎网，我是属于比较专业性的猎网。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第一位那个南华大学的位老师啊，他在讲说他一名年轻新来工，我觉得最厉害怕，刚怕我爸爸。我跟各位报告不够，怕前半的比安诺，个人的米粒比较足。哦，过年那个安华理想，一天怕五千八，一天不是怕，听我清楚哦。再一下，理想暗时啊，怕他明天暗时你困了，困起来是老静化，各位知道老静化意思吗？暗时你困的时阵，怕什么？你怕什么？那是我当年个人的感悟啦，哦。但是我你这个所在有一个问题吼，我你五年内我就一个老去练。因为我是做唔甘愿的。刚才你跟师傅往右退，对他这么尊敬，我有看过他的著作，我也看过他的钱，我看过，我有对他的著作下过功夫过。所以他刚才讲说爱棒山，敬畏棒山，就敬畏那棒山，敬畏那棒山。你的记下来讲，我记下来讲，我棒子，哦，很重嘛，扩展扩展。到底是因为阮老师一直甲我讲，你要跟咱拍二三，拍三赢嘞，一道三件拍三门，二波四门啦，五波迄种了嘛，你袂晓？拍三就是安尼跟拍二三，我讲好残酷啊！我做认真，我做认真了嘞，等于气着啊！我玩是啊，一个礼拜一老师打电话，你袂看恁妈呢？你都没有了，我好听你们讲的。我当年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讲，我有付出的代价，可能代价嘛，早上面来练课程，晚上练什么？练比赛。啊，这是我的经验，时间到了，我大概讲一下就好了。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情，我认识我老婆以后，我提亲。我岳母讲了一句话：“恁的公堂上那是乌龟，不去吗？”当然不去。啊，然后再讲一件事：三三零九五人公堂不要怕公堂，不要怕公，很抱歉。黄明忠他老爹，我的好朋友王帝华，我的最后一句了哈。看到有人坐在那里，我王帝了哈。他一进刀就护着，快！王老师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是不要紧的哈。但四三零九五人公堂是。全师得了全满，这怎么评断？这当中有技术上的转变，因为我不能人人来担，我是人来担的，不来担。你现在看到有来讲的变化，说危险关是中奖肯定上的，虽然我比较怕，啊，现在不能去受一个国家级教练程序。那后来我干嘛？因为我提出改练武术，所以我经常性的参加国内外的武术比赛、参加活动。啊，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是，我一直你刚是终身，我几个学科你嘛，先科你嘛，几个我资格够，人脉也够啊，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耽搁别人家的公司，我每个礼拜都到外面跑，啊，我的教学就相对于减少，啊，我公开教学教了十几年，那我一直都大部分都在教练班、裁判班这样教学。一直到五年前，台北市国术，我退休以后，再找了两次课以后，再来我就没有了。那至于说，我个人对国术的看法，这个坚持看法是说，我看大家看大家这些东西，我心里很有感受啊，真的很有感受啊。因为国术界哦，我躲过了，经不住人家讲一个负面的话，很普遍，最好大家。然后我去中国大陆交流，我也去过很多次了啊。我很有感受，就是说，北方的拳术大陆可以说是没有了，但是那鹤拳，我们的鹤拳这一代、无限一代还是有。而且刚才那个卢慧生在讲到这里，公路这里领秋了，我叫做领秋了，这个，因为我看公路是干洗。
那连全国拢沾满，伊就那有一个，有就是叫叫招亲嘛。很多很明显，很明显，福州哦，福建的北部啊，各有这个传统。哦，这些我是刚刚讲，值得我们借鉴。我大概总结就可以了啊。啊，我说真话，我应该不算是一个练拳的，你恐怕很难把手上去练过。好，我简单讲讲，谢谢。谢谢张明清老师。